好，那我们接着刚才所看的哈，他说这个虽然初念暂息啊，细念犹存啊，变位相应，初谬非小。啊，他就觉得寄居凡地啊，既然处在凡夫地啊，未能绝虑妄缘呐、啊，你没办法绝虑妄缘。啊，啊，实际上真正的修行也不是从绝虑妄缘。他我们不是在其他课讲叫要用世间正分别慧，所以很多人在讲楞严经里面讲舍是用根，就这种观念就错了。啊，他们讲说我们要舍是用根，不要妄想心，就用根无分别。第一个根不可能离世而存在，那我刚刚也就道理可以说，你现在试看看，你怎么个舍是用根？不要讲说根不能离世了、啊，就算你认为说取那个他的意思，就是说不要妄想心，啊，不要妄想心。现在马上舍是用根，你怎么用？无下所处哦，还是要正思维，还是听闻正法，如理思维，告诉你怎么抉择。不离此妄想心，就是你的觉悟处。就是利用这个妄想心，我们现在听法能不能离开妄想心？不可能嘛。但我们听法跟世间法会顺着你的妄想心滋润你的妄想心，但佛法是什么？以佛法以这个妄想心，但听闻法界等流。我们讲四大圣讲法界等流，就是以法界法性相应的这个真如离体是法性，凡能说真如实相的任何教说也叫做法界等流。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心去跟法相应，以后用这个心去抉择的。所以其实最重要是智慧的抉择，所以不可能马上遮前掉。因为实际上你要说我马上不想，你是另外掉入另外一个对立里面嘛。我就不是举那个例子嘛，比如说我们这一间有没有舍？你可以说没有没有没有、哦、你闭上眼睛在门口讲说没舍没舍没舍、哦、终于好努力用功，终于告诉自己没舍离开了。好，可是晚上你一个人来住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对舍有恐怖？会啊，因为你自己这时候问题就出来了，因为你所的没舍根本不是确定的，只是你提起来，所以你内心背后有一个对舍的什么不确定，到底在不在的这份恐怖就会跑出来了。但如果你确实进来如实观察这个房间，的确所有一切都找过没舍，这时候你晚上一个人住这里，你就知道说没舍有没有恐怖，有没有挂碍，唯有恐怖唯有挂碍，然后就会远离颠倒梦想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有没有观照？他当然是照见嘛，照见当然是智慧照嘛，照以后不执着无因，因为知道无因不可得嘛，所以这个道理来。所以你说一下子要绝力妄缘，第一个做不到啊。再过来，很多人的绝力妄缘其实是另外一种蒙蔽，不是真的。他把他的世间的分别慧把它拿掉了，结果就无法去观察那个不可得的无自性意，那就跑不出来了。何不及原力而作修进、啊、就是说你为什么既不能在凡夫地不能绝虑妄缘，不能绝掉你的所有的思虑，忘掉所缘，那何不原力而作修进，就是利用你的原力之心。好，故以念还功于念，用念攻破你的妄想念。好，念一佛名，幻彼百千万亿之杂念也。是，他就说用一佛名，那这个一佛名你就要能换哦。我们都换没多久，都被换回来哦。所以你要有真功德，否则都换不了。这后头也会的。所以你虽然念佛一句，为什么能换得了？就好像说我拿一颗钻石能不能换你一卡车的玻璃珠，当然可以换啊、哦、
这价值不一样，这一颗跟那一颗当然换得了，所以这个心要很笃定，这个念佛念要真念佛念，那能不能敌？这个念佛念，什么叫念佛念？真正的是无相念佛念，但不是一下做到，但至少会怎么样？越亲近的念佛念，它能产生的作用就越大。啊，就是说你对念佛的归念心越强的时候，其他的妄念就很难干扰进来了。如果你对念佛保有疑虑，有所彷徨，其他人就容易介入。啊，假如我们大家一心，就很难被挑移，是不是？你现在如果一心念佛，其他世间的种种东西能不能介入？不会。这不会介入是到紧密到，比如说，现在有一堆黄金，很多人都在觊觎它，都看着。啊，突然你发现这一堆黄金，因为每个人都准得抢，啊，只有你拥有。这时候外面有硬币掉下来，你会不会转头看？不会，因为你转头看这一堆会被抢走，所以就算外面那个，就像那个电动玩具不是那个钱会空空空空空空，对不对啊？你虽然很想看，可是为了守护这一堆黄金呢，如如不动，因为价值好坏分太清楚了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念佛念产生的时候，那个其他念是产借不进来。所以问题又出现在什么？还是我们讲的自心信要。所以自心信要才是念佛所有成功的核心地方，它才是一心不乱。那问题，我们现在所有的功夫就往什么？建立自心信要。所以这个信要心，我们不是说信为依依嘛？那信是从哪里来？对三宝功德真实理解而产生信，这时候就会信要不是欲吗？那信从哪里来？如此知三宝的实德能啊。那所以说，见的建立会胜过你空念的。你这种勉强，你，所以这个道理就是我最一直举的。如果你确定要回家，根本不用念。但虽没有念，是念念都在念，这才叫真念，已经抽不开了，价值身心已经被决定了，你已经确定，就像说我虽然还没买，但这个东西对我太重要了，朝也思暮也思，一定要拥有它，这叫念佛了，这就是摆脱不了，我一定要拥有它。好，上课也打这个妄想，做任何事都打这个妄想。那如果世间把佛法把世间法改为佛法，那你这个求生净土一定决定了。啊，所以说我们有没有决定？这个从这个道理就可以来审视你有没有决定。所以我之前在其他课本讲到，比如说你现在在起烦恼，旁边有一个人跟你打 pass， 阿弥陀，啊，你一听到就好。啊，对对，阿弥陀最好马上就醒下来，那，啊，这表示念佛功夫有。啊，如果我在旁边，你在生气的时候跟你讲念佛，你很忍耐，到最后我再跟你提醒，到最后你不要吵。啊，我知道念佛，但我念不下去嘛，等我生完气再念好不好？那这下就讲也白讲，此时不胜过他，你下一次下一次，其实就是忍不下来，吞不下来。作用不大，所以后来我们才看到说，在眼前当中时时意念佛法修行的价值，能在眼前当中把那一份我执、那一份执着把它含忍下来，就是真念佛，不是吗？这功夫就在这里啊！啊，看到从换彼百千万亿哈，啊，之杂念也，而妄从真起。啊，波逐水深，即念即空，居然本体啊，归以念外别得菩提。啊，其实不管是我们这个念呢，妄想在此住，啊，念当中可以成为众生，也可以成为我，所以没有另外的菩提，那就从我们现在这个念当中去觉察它嘛。啊，故云万法虚妄。
唯是一心了悟之心，注目菩提也。你看假设弥陀出道也是讲这个道理啊，但这个道理现在都一直离开了，一直是少少少少少的，没有，它的核心是在这里。好，那个，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我们用什么？用一个善想，我们用一念，那我们如何强化这个念？所以用这个念强化的时候，就把那个虚妄念去掉。那虽然这一念，就像圆觉经是不是有讲？圆觉经也是举这个道理啊，以幻止幻啊，以幻离幻啊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不会没有说，我们像现在所有的修学本身都带着杂质。但虽然杂质，却是不断向着解脱，所以我们会讲说，这个法是不是佛法？这个法是不是善法？是不能单就这一看，而是这个法往前面的染污有舍离作用，往未来的解脱有趋向的作用，这就是善法，这就是善法。好，那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。如来微妙身，幻想浑十方，啊，这是探我嘛，啊，我们前面色好，相好光寻，色相超群身，是在讲佛的什么身业功德成就。那现在变成了，此二句名庄严口业功德成就。那这里的讲法，我是稍微有不同意看法的，好，他讲了，佛本何故心此庄严？见有如来名是不尊，就是说有些如来啊不尊，就像世尊，为什么？如外道故啊，就是推车的，就是像外道这样啊，哎，不是很尊高的，人称瞿昙，人称瞿昙信，成道日生，唯测幻幻天啊，就是说他广大功德，只能这个名声只通达到幻天，不能遍测一切地方。是故愿缘使我成佛，妙身瑕不闻者误人，是故言如来为妙身，幻想闻十方。那我他是讲说这个如来的这种妙身瑕不啊，好像第一个就是人家认为他这个种性不好啊，瞿昙性成道日生，唯一测有幻天，这个讲法好像是说他的声明，他的声明，他的名声不够通彻啊。但其实如果严格来讲啊，因为前面是讲身业，现在是讲口业，是以佛的口业讲清净。换句话，不是他的美名，不是他的，而是他的功德，他的口业清净。我比较偏向这，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谈到什么？之前有谈到这个五情世间啊。那个七世间也有讲到什么幻身复身缘微妙闻十方，那是在描述七世间，就是那边树啦、啊、铃声啊，一切都是念佛念法念身，这是七世间，其实也是佛的感应嘛，对不对？但这里是救佛，所以前面的幻身复身缘微妙闻十方，这是就七世间的有幻音，这个音传十方，听得很多故无声。但这个是讲如来妙微妙声，幻想闻十方，这个以如来的口业功德，是在强调这个。好，所以也同样让众生能具足这样啊，能怎么听到又能故无声的，啊，这个是如来的口业功德。好，同地水火风，虚空无分别，此二句名庄严心业功德成就。一个是口业，那现在是心业是什么样？无分别，如同地水火风，它便在一切它因缘现出的地方，它没有区别，说我这个鱼啊下的地方只照顾我要照顾的地方，没有，它遍布一切众生，没有分别。好，你看啊，我本何故心此庄严？见有如来说法，云：此黑此白，此不黑不白，下法中法上法上上法，有如是等无量差别品，是有分别，是故愿缘使我成佛，如地呵护，无轻重之殊，如水任长
啊，无烧瓜之意啊，烧就是恶草，瓜就是那个像薄荷草啊，一个就是我这个水啊，不会只浇给好的草，我连那个杂草我也滋润，啊，就是没有分别。那如果成熟，无芳臭之别啊，我成熟的时候没有要针对香的或是臭的，我就是成熟啊。如风起发，无免物之差啊，啊，也都没有这种差别。如空包受，无开色之念呐，啊，没有开色之念，这空包啊，这如风起发，没有免物之差别，那也没有开色之别。那所以就是一切都是以无分别的哈，得之于内，不安于外，虚妄死归，一世夫喜啊！啊，是故言同地水火风，虚空无分别啊。就是说，哎，在有些地方它有分别，那为什么要分别？其实众生分别。那极乐世界有没有分别？还是有啊，九品。但成就这个九品，但无这个分别，跟世间娑婆世间佛要说的是了义不了义啊，这些差别不同。基本上，其实任何一个佛处的世间都是无分别。但因为所成就的这个无分别，我之前不是谈吗？因为这里面其实隐藏了一个道理：法藏比丘发愿他，不是观察十方净土。然后成就极乐净土，对不对？其实那代表极乐净土代表什么？就是代表最究竟的佛土，最究竟的佛土。所以这个道理在差别义来讲，是众净土之外有另外一个叫做西方净土。如果取其真实义，就是因为佛的功德没差别嘛，佛的功德没差别，就是特别彰显西方净土这一切功德是在修学佛法最终归去处，叫做极乐，其实是代表所有佛净土的最后终极。那你看，像佛在世娑婆，其实也是净土。那世尊的净土有没有跟极乐净土有差别？相有差别，乐一样，乐一样。但因为显现于众生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，所以这时候就会有这个。那所以法藏比丘在参考这个从因地所现，他在讲在某个意义上是极乐净土，其实等于是告诉说任何修行等于是极乐净土啊，因为到那边不是一生不处嘛，也终究到最后成佛。所以极乐净土是建立一个往成佛的一个目标，我们往生极乐净土其实就是修学成佛之道。然后到最后极乐净土是什么？这一份因为所有功德啊，这些功德相都是以佛功德相应的。为什么？它的参考众佛功德众佛净土而出来，其实就是圆满净土，也就是佛净土。而我们往生净土其实就是在成就成佛之路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虽是西方净土，那这边因为众生有分别，所以我们在细数当中讲说这个最殊胜，其实就是佛净土，就是一切净土导归之处，最圆满的地方。其实最圆满就是其他净土也都一样，但因为应众生差别就不同。那我参考所有净土极其精要，其实所有精要只是我们世间佛应众生会显现不同净土，但我把那个显现的方便先放下，我把它最精要的，换句话就是说把方便拿掉，就像华经正直舍方便，一切讲圆满净土的真实相的时候，我说出了西方净土啊。当然究竟的西方究竟的净土是实现我们那个法身图嘛，但如果从显现来讲，西方净土是代表一个佛示现于外的最圆满处，对不对？
所以他在讲说，在我国土里面没有这些差别，那其实就是这样的净土从一，我们看下一个，这个道理一样。下面是在讲说天人不动众，因为他的眷属，这个天人不动众，清净自海身，此二句名庄严大众功德成就，就是他佛是主，但他这个主的庄严也可以从他的眷属里面显出来。但这个眷属从哪里来？天人不动众，清净自海身。那他的眷属都是以相应清净自海而生。那反过来，我们前面的这个世间的一切无分别相，还不是从清净无分别智而感应生？所以我们一路在讲这个气世间如何庄严，背后一定不离开法，不离开法。所以这一条路其实很有意思。当我们慢慢清净往这边走的时候，我们像现在随时都用种种功德来净化我们的身心，其实你的净土不就从这里一直感应出来？所以我们有的人是下品下生，但有的人已经在积极上品上生的功德。像我们现在出家修行，乃至如何听闻正法，这些持戒，这些都是什么？都是在积极上品上生。这个因果不会断的，因为到最后如此显现的就是你之前功德成就圆满的如此显现。那起码有一个自心心要连结，所以你看九品都是自心心要，但这里面自心心要建立的这一份往生的因缘之后，那显现的九品境界差别在哪里？在你其他的功德之外。所以九品里面分出什么人是上品上身，有人是下品下身，你就可以看到这边里面每一个差别都是跟净化身心关联的。所以随你净化的因缘越深刻，你所成就的往生因缘越殊胜，所感应的品位也不同。你看这个都是一个对一个的，非常均衡的。所以这里面谈到就是说，我们天人不动众，清净自海身，这个强调的是清净自海身啊。你看他这个接着怎么说？我本何故起此庄严？见有如来说法轮下，所有大众诸根性欲种种不同，于佛智慧若退若没，以不等故众不纯净所以心愿愿我成佛，所有天人皆从如来智慧清净海身。智慧清净海身可以生出人吗？不是。像我们现在怎么会生成欲界？就欲了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，我们像这个身体看似有一个生命，但都是跟你的妄想关联的。那我们现在如果能往生极乐，那不就是依着法，依着如来法这个智慧相应，然后起出来的这种根生气世间，所以这个叫清净自海身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起颠倒欲界生，起颠倒色界生，但我起不颠倒，所以净土生，所以这个清净自海生，是啊，是不是？那因为所有都是依佛智慧而来，所以这个地方的众生虽有高低差别，但本身的本质你不能没差别啊，不然大家上品也一样，下品也一样，谁也都一样，那这个世界不是很僵硬吗？不会，它还是有差别。但这个差别，就算在极乐世界还有很多差别，但都有一个什么不动的，还有一个共通性，都是以佛智慧而来。像我们有的人是依善法，不同善法来到世间，有的是依某种业报来的，各个不同。但往生极乐虽然有很多差别，但本身都不离开那个清净，就是以净业相应而来，这是它的共同的。那所谓净业就是清净智，对。所以心愿愿我成佛，所有天人皆从如来智慧清净海生。海者阎佛一切种智身亡无碍，无数恶圣杂善中下死尸
就是说这里面纯一大圣，那纯一大圣是不是有根性差别？但他的本身因缘啊，必须具足了这一份因缘性啊。就像我们每个人受持菩萨法，但有的人是大菩萨，有的人小菩萨，那不管是大菩萨小菩萨，总是已经发菩提心，那这一点是一样的，所以不杂。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要说法，有时候很困难，现在越来越困难，因为要众生现在你要讲，没有，现在人的斗争心强，斗争心强，你如果要讲说广大的那种悲心啊，他们不看，所以根性不一样，说法很困难，说法很困难。如果我们像现在，比如说我们在说法，也有这种现象。我为什么有时候比较喜欢在佛学院，我希望上课是显修的课，为什么？那是你自己要来的，不是我逼你来的，这样我上课就比较不会挂碍。因为你即使不想听，但因为不得已来听，那我也不好虐待你，可是又有人要听，那要听要讲啊，就很困难。那有时候在常住的都是自己愿意来的啊，愿者上钩的啊，那这个我当然说的时候，就相对来讲对所有听法者会比较有什么，有信心。有信心其实就是少挂碍啊，有少挂碍的时候，法就可以直说。那有些人就说，因为我还不了解你的根性，不了解你的根性，所以我要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，所以要多所观察。但一旦多所观察，法就有太多方便，一方便就不能执心。但如果我们大家彼此建立这种信心的时候，说法就直接；但有所疑心的时候，变成就是菩萨，我们当然能一因说法，随类各得其解最好。可是我们没那种能力。就是说变成这里有人疑惑，这里有人信受，到底是以这个人为重呢，还是以这个人为重？所以说法变成有点牵强啊。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文法里面就是容易产生这种，你不要以为你们有的人文法不恭敬，那不恭敬的时候起心动念，其实会干扰别人修行啊，会干扰，你不要以为没干扰。所以在一起在修行的时候，你如果不存恭敬心，你不要，你最好你就找一个你能安住修学的，你不要心不安啊，动荡大众，这时候念念之中啊，动荡人心，会动荡人心啊。我就讲现实，就是说，当我发觉你不能安住的时候，我变成在一大家一片整齐的说法当中，我必须经常起心动念去照顾。那这个其实都是打岔的，都打岔现象啊，所以变成你不知道你的起心动念，你那一份烦恼就会动摇说法的清不清净。那如果大菩萨他不受影响，那小菩萨就会第一个本来就没信心，他看他不愿意听，那是不是我讲错他，我念到他，我就在那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到最后都不敢直说。所以有时候我到一个地方，人家说你这样说，我说这样说我不要去说，为什么？这样说很违背我自己，但也会冲突到你自己。你要找我说，我就说我认为的，哎，我应该说我真实的，也许错，但至少我不能违背自己。我说话要有这份诚心。如果我为了迎合你这个地方的特别想法，扭曲我的执心，那我干脆不要说，因为这样容易把佛法当人情走。而且我说的时候连我自己都别扭，对不对？讲完的时候觉得对方也听不舒服，我也讲得不舒服，为什么？这个呢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能够找茬吗？个人能互相虐待，那不需要。好，这里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因为众生会不平等，这时候佛他就发这个愿哈，所以心愿，愿我成佛，所有天人皆从如来智慧清净海身，海者言一切佛种子生闻不闻，不数恶圣杂善中下死尸啊，这些杂善不究竟的不会来啊。从他的愿也因此感召了这一类的众生，就像那个维摩诘经啊，发菩提心的人啊，菩萨成就
这个花菩提心的啊，这样的大圣啊，哎，这样的净土，这一类的大圣发心的众生就会来生净土，就会来生净土。所以这个在《维摩诘经》就有这个意思啊。是故眼天人不动众清净之海深，不动者眼彼天人成就大圣根，不可侵动也。所以这个心就会来。那所以说，有的是带一分，有的在带全分。所以到最后，我不是讲嘛，往生的因缘在哪里？在于你本身具足净土越相应的内涵的时候，你的往生条件就越具足。所以如果你看，如果你出家，第一个，那是不是远离这个染污？你出家又行菩萨道，哇，那是不是越靠近弥陀的那个本质？是不是？你精进持戒，那个要持什么戒？当然去染污哦，你不能持戒里面充满贪嗔痴了，你必须要透过持戒真的净化你的心哦，这才符合念佛因缘。好，啊，那你修定里面你要怎么样？包括我们现在所听闻的佛法，都一切往什么？从这种染污性的去除，而且跟净土的因缘要相应，这是大圣净土，你应该发菩提心，因为这个才相应的。所以有的人就说我想去，那是痴狂。为什么？你不是真的，你只是贪得净土的好处，但你无心生这个净土，因为你不是真的想要成就这个，所以变成空有这个愿难成就。真愿啊，一定会落实。所以像现在，你如果以我们现在人心越来越不好，要往生的条件越来越不好，这就是这样现实。连往生这么殊胜的法门都越难成就了。为什么？那个心狭隘了，狭隘了，诸多障碍太多了。那有时候难得你很清净，其实是因为你没有看到真清净，所以你就很满足了，不是的，还没有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如须弥山王甚妙无过者，此二句名庄严上首功德成就啊、哦。上首就是在众中之上啊。我本何故心此愿啊？见有如来众中，或有强梁者，如提婆达多留彼哈，或有国王以佛并至，不知甚推佛；或有请佛以他缘会望，有如是等，是上首力不成就。好，其实，这是一种看似是有佛这样，其实是就像《维摩诘经》，不是有那个相继佛果的他方国土的菩萨来啊，看到这个娑婆世界。然后就觉得生气慢了，那生气慢的时候，其实佛他，你看这些菩萨也有时候也不大听佛的话。当初他们要离开那个佛果，佛都有交代的、啊，你不能气慢，最后还是气慢。不过这也是世间的、啊，哎、啊，他们就来了，啊、看到这个娑婆世界这样哦，真的、很厌。结果世尊就说：“此地的菩萨大功德力，依悲故啊，示现这。”在这样的秽土里面利益众生，成就是广大功德。你看无量寿经是不是这样？无量寿经都一直在赞叹极乐净土，结果又跟弥勒菩萨讲怎么样？娑婆修成就大功德，那这不是空干？不是，道理就这样。一条路一直在赞叹希望净土，不然讲无量寿经干什么？讲完了竟然跟弥勒菩萨讲在娑婆好修，这个都道理，都有道理。所以来到这里啊，是这样。所以你要讲是佛这样，也是他感应。那为了要鼓励众生往生这样的殊胜净土，所以他发这个愿。其实以我自身净土本来也没这次差别，他也不在乎有国王跟他抢镜头，对不对？他也不在乎啊。但这次世间里面就这样，所以说为了彰显极乐，就是一个众生以心清净之后感应的图是这样。那既然有这样，也希望大家同共依这样法来修，所以既显现境界差别，也告诉弟子们当如实修，因为它有这个意义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里就要讲说，
在世尊里面，他碰到的提婆达多、流比啊这一类的啊，有国跟他那个，乃至有国王跟我并治，所以不会甚推我。那这个就是，这个其实不是我的问题，这是众生业报。众生业报里面就是有人会干扰，他有一个法很庄严在那边，就有人起心动念去动摇他。去动摇它，那动摇它，其实火会不会动摇？火当然没关系。佛的十八部共法里面，你来学佛跟不学佛，它没有起心动念，来的也没高兴，去的也没悲伤，这是佛不会动摇这个。但问题在哪里？其他人受害了，就在那起心动念就受害了。所以说，因为以佛病治，不知甚推佛。这时候不甚推佛的时候，你像提婆达多就另立一个僧团。那国王认为我有威权，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法国的威德经常被这些干扰，以至于众生不能十足完全全然皈依我如来，就会产生这样。那乃至世界里面以他言会妄，啊，像我们就以他言会妄，那我们更差了，我们的他言不要言了，没事干他也不一定啊，啊，那因为呢，威德力不够。威德力够，那其实反过来就是众生的，那以我们来讲说威德力不够，威德力不够，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自己，要进步。但其实反过来，众生因为他见不到这个功德，他内心的烦恼见不到这个功德，所以他在学火上当中经常被其他事情所干扰，有干扰。所以我不是讲说，以我来讲，要摄受大众还不简单，皈依一下就来了。那，其实你看众生多浅，他不知道法之价值，但我只要起个神通一下来，其实跟外道一样，但很多人就来了，很多人就来了。那这个就是你看，你众生在刚强难调，其实也很难度。那为什么我们度不了？我们自己差劲，我们连这个都没有。哎，那你看佛都有，可是众生还不一定能度，因为是秽土。秽土有这种现象，你一则以佛来讲，佛没有问题，但众生的业报。那以我们此事变成什么？我们没有那个上首功德，就存在。这时候就讲说，我们没有上首，没有这个庄严上首功德成就，所以就不容易的啊。是故谚言啊，我为佛时，愿一切大众无能身心感于我等。这不是大流氓的意思哦，啊，你千万不要讲说佛难这样啊，哟这个。不是，哦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众生身心调柔，知道佛之究竟圆满，不敢狂妄生这个心。不是佛要去对治你那个心，是因为你心清净以后，你不会起这份刚强难调的慢心，所以不会生这个心啊。唯一法王更无俗王，是故言：如须弥山王甚妙无过者。就是说。处在那个地方的众生清净，都没有去杂染皈依，都不会有杂染皈依，完一心皈依一佛。这时候，就像一个团体里面，他就不会分，他就不会分，因为他就一心向着。这时候，整个都是往这边带，每个人共同的依着这个啊，依着佛法，不依其他的，就一直带。啊，那像我们现在，我看到，啊，我们在学佛啊。很辛苦了，我在有时候我们在看到那个支箭啊，跟佛门就分好几套了，哇，这个分三系就三套了，然后就又分，到最后每个人就在争这些争那个，但真正用的很少，所以你看很难整合，啊，这个真的众生的支箭啊，这个杂乱啊，这个很难去把它整合出来，所以难得起个心，马上就有另外一个说那个不究竟。你那个说到底，你刚学的时候，这个究不究竟，你就搞不清楚，哎，就出这种问题，啊，所以变成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，容易生异心。那一旦异心呢，又整个法的相心啊，那种心就法就不容易入心啊，就有障碍。但弥陀如来就发这个愿啊，唯一法王更无俗王，是故言须弥山王甚妙无过者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偏人丈夫众恭敬绕瞻仰，这都是在赞叹
以西方净土那一份清净一致，就像见和同解，好，大家戒和同尊，都是这样的一致的，很清净的。十二句名庄严主功德成就，这佛本何故起此庄严？见有佛如来啊，虽有大众，众中亦有不胜恭敬。啊，如意比丘与释迦牟尼佛，若不以我解十四难，我当更学于道。啊，也就更学于道。啊，亦如啊，居家里傍舍离我，佛三语而不三不受。居家里啊，他就是很喜欢找舍利弗麻烦的，啊，那这里面有一次啊，因为比丘啊，就是舍利弗跟另外一个尊者，那一下名字是忘了，像是迦叶的样子，他们就住在晚上住一个地方，那就一个女人，她不知道，她也不知道有两位比丘在那边，那就住在那边。住在那边，后来出来，居家里就看到，一定怎么样，一定怎样，我走或者怎么会住在一块？啊，其实比两位尊者不知道，啊，就一直在诽谤说舍利弗一定怎么样，行不进行啊，如何如何如何，就一直诽谤。我就跟他讲，不是这样，连天人讲说没有没有，他就不相信。回德就说，我尊重你，但你说的他的确有，我深信他有。我说他没有，讲三次不听了。你看啊，连我说的不信就是不信，表面恭敬，但就是不能信。所以这样，像我最近在上课，也是在讨论，我就问说，有没有大小声？他说没有。我说有啊。他说。龙树菩萨那边说没有，我说龙树菩萨说有啊，哎，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很多重要的话，我常举，就是说，如果我跟外道，我就不会举例火箭，因为他不相信火箭；我跟声闻人，我不举大圣经，因为他不相信。那我如果要跟你相信，就是你能接受的。我如果要说服你，要讲你接受，那我要讲这个道理是什么？因为很多人现在是又是很赞叹龙树菩萨，但偏偏龙树菩萨，我就讲说龙树菩萨明明都讲有大小，他说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龙树菩萨这样讲是方便说的，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方便？那自己挑要的。我说你如果相信龙树菩萨，你应该相信他的全后，对不对？他不是方便哦，他是一再再讲，乃是讲到说听涅槃比听到无间地狱还可怕。他说你怎么会这样？他说如果他是方便说，怎么会说的那么严重？而且是大智度论、十住毗婆沙论、那菩提资粮论都谈到这个。明明有说，非得用你的妄想去曲解它。我那当然，我刚才讲说，如果你不信龙树，那就我就不举这些经论。那因为你相信龙树，所以你既然相信龙树菩萨，那我就举龙树菩萨的经论。龙树菩萨的经论如如实实这么说，你怎么可以背离？对不对？所以龙树菩萨明明也讲净土的意啊，也就像我们前面讲，这个无着菩萨啊，不管是瑜伽的还是中观的祖师们啊，都是赞叹如来啊，弥陀如来啊。怎么还呢？现在人很多人在学的就是说净土没用，我说你不是有点分裂吗？你又相信龙树菩萨，但龙树菩萨这一份真实的心，你怎么又要忽略他呢？那变成就很矛盾。你看刚才我讲了，如来啊，我很尊重你啊，但我还是认为我看得对。其实有没有真的尊重？你是尊重你自己的想法，你并没有如实的放下自己的执见，如实的信受，没有。又如诸外道辈。
假入佛众而常是求佛短啊，诸外道辈啊，就是说虽然入了众，但经常在找佛的麻烦。哎，这个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啊？结果就扰乱大众。又如第六天魔常以火所作啊，常以火所作诸流难，有如是等种种不恭敬相，是故怨言使我成佛，天人大众恭敬无缺。所以但言天所以但言天人者，净土无女人及八部鬼神故也。是故啊，言天人障不重，恭敬啊，绕在那。就是说，这时候因为。这其实里面他从此之愿，那众生因这样因缘去的话，其实就是因为这份清净心而去，啊，就像你看，你是如实信受才来，所以也确定了你不怀疑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不能真实信受，你来的时候就容易起心动念，因为你当初就本来不是很诚意的。但如果你很诚意来的时候，当初你已经对他信受了，所以来的人也都不起心了。所以当大家都发愿求生净土，要面见如来的时候，其实当然他会怎么样？是以清净恭敬围绕，不会有那种不同意见的杂意见的。然后另外一个，因为这样的话你根本不会去，你去的时候都是依如来去的，弥陀如来去的，所以这样在那个环境里面也都没有这些杂种。我们这些杂草，那当然像我们现在处在这里来讲啊，就变成是我们个人的感受、感触，干嘛感应啊？我们这个感应，感应的时候，我们心不平，所以有种种世间种种不平相出来。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处在秽土。那因为处在秽土的时候，就必须要断然的怎么样，更加清净的去除这些染污化碍，啊，这个才是从你念佛念当中。降伏这些分别，才让我们从秽土转为净土。所以你要看到这些差别相的时候，要更知道因众生为何如此刚强难调，对不对？众生本身的业报，那你为什么处在这个？那就是你的业报。那既然这个业报，你就必须要更清楚这样的因产生这样的果。那我不要再顺过去的因，不要再顺在过去的因。所以这时候念佛者应该怎么样？以这份安住正法的心来念佛，啊，所以必须要深知因果，而不是在这个世间里面一味的要逃避秽土的果报，却不断除秽土的因，只知一味的逃避秽土果报，却不知道要去降伏秽土因，啊，只有对世间不断的厌恶，却不知道去改变自己的嗔恨心。因为你改变你的妄想分别，才能达到净土。结果你看到秽土的果报，却用烦恼心去对治它、对立它的时候，其实你还是在秽土。应该是从秽土的众多相里面厌离秽土，而不是说从众厌离秽土因呢。那千万不要光只想厌离秽土果，而不厌离秽土因。这个不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，观我本愿力，欲无空过者，能令数满足，功德大宝海。此四句名庄严，不虚作住持功德成就。啊，一个是庄严，前面是庄严主，庄严大众，现在是庄严不虚作。啊，这个不虚作就是说功不唐捐，如实相应。啊。有时候在我们的世间果报里面呢，啊，就是说我努力做，但我的果报不能把握，不能十足把握。我只要这样做，啊，就一定有这样的感应。世间是有时候我们经常发觉啊，我们要办某些事情啊，在这个县市可以办，在另外一个县市办不出来。你看，同样都一个，所以我们的一果好几字。世间就是这样，这其实有时候法律又看人家怎么解释，这众生颠倒，他如果要往这边去把你扭去，你也无可奈何。但佛法不是，在极乐净土呢，不虚作，如是因，如是果。
啊，必须不需做，就这些东西不会空无果啊。那佛本何故起此庄严？见有如来，但以声闻为身哈。啊，无求佛道者，或有执火而不免三途。好，就有人见如来，但以声闻为身，就是说见佛应该发成佛之愿了，但既然是想要治疗。所以像最近我一直在跟人家有一次在讨论这个，有的人认为说你有大乘，好，还坚持没大乘，我说怎么会没有？我说阿含经里面明明讲有大乘啊，好吧，不是有讲大乘，就是佛有实力啊，啊这个是罗汉所没有的。还有的人认为说那是再生的时候啊，佛有实力，但如果入涅槃了，佛跟阿罗汉都一样。我说那佛不会那么无聊吧？那像我们现在我成佛，那佛明明有实力，有不同的因就会有不同果啊。啊，那所以涅槃并不是一个框框，一个价值固定在那里，一个状态在那里。涅槃是怎么样？是极灭的意思，从以极灭更究竟的圆满而一切法执，这个才是究竟圆满大涅槃。不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大家同进那个环境叫做涅槃境的啊，那共同享用的啊，不是这样。涅槃还是由你自己成就几分极灭而那得几分涅槃。所以阿罗汉的涅槃不是就真实涅槃，唯有我的无处涅槃才是真涅槃。结果他们认为说，我说佛跟阿罗汉不一样，为什么我要强调？就是唯有行菩萨道才成佛，因为从一开始我们见佛就是要成佛，结果就是有一列众生亏得把佛等同声闻，然后以成阿罗汉为究竟归依处，然后把佛的功德把它差一点，对吧？就是尽量不在乎忽略它，然后说虽生前有实力之差别，入涅槃之后都一样的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就是像这个娑婆世界也有如此相啊。好，那时间关系啊，我们今天就到此了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，皆共成佛道。